因为手机销售好转和晶片业绩亮眼，三星上季的营收和营业利益都是优于出估值，盈利创下三年新高，而且手机事业的盈利季增40%，远胜于市场原先的预测，反映最低潮可能已经过去了。本季获利在 S6 系列买气和元件订单支持之下，看升营运可期。